轻飘飘的感觉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啊，我变回以前的模样了。哇，没想到你的法力这么好，太好了，谢谢你，火柴神。哎，别客气。偷偷告诉大家，其实呢，我们大老远走来城堡，他自己啊就已经因为运动而瘦了一半，我才用了一点点法力，他就变成原来的样子了。好了好了，既然你已经许了第一个愿望，那接下来第二个愿望呢？第二个愿望，我还不知道哎。啊，我们先回城堡去吧。哎呀，我真的服了你了，接到你这么难的 case， 算我倒霉啊。乔伊公主，哎呦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了。乔伊公主嘞，你知道在哪里？在城堡。我跟你说了，一开始我就跟你说了，其实一直有人要害乔伊公主啦。不是我，我没有。我知道不是你啊，他就是那。小厕所的时候是不是？王后啊，你来的正好。我还有最后一招，哈哈哈！既然你变回原来样子，就让我变回原来样子吃掉你吧！哎呦！原来皇后原来的样子是一只怪兽！不要叫我怪兽，我是杰克皇后。怎么办？哎呀，母后变成了怪兽，父王，你赶快走！原来母后一直要害我，火柴神，救命啊！啊！还在呼唤我？快点，快点许下你第二个愿望吧！好，飞！我希望火柴神可以帮我打败怪兽，打败母后。那又怎么会？
杰克皇后也已经离开了，你为什么还在哭呢？为什么呢？不要，我宁愿不要回来，我只希望火柴神复活。啊，你希望火柴神复活？难道你不想要金银财宝，不要食物了吗？我不要，火柴神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只希望他能够复活，这是我第三个愿望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知道了。但是啊，靠着我魔镜的力量，我没有办法。我需要所有现场的大朋友、小朋友帮忙，你们愿意帮忙吗？哦，大家都来帮忙，太好了。现在呢，要把你们双手放在胸前，我们一起来说。我希望，我希望火柴神活过来，火柴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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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活过来吧，火柴神！哇，活过来！我亲爱的这一公主，火柴神没有活过来，但是我们让一位王子活过来了哦。你是谁？你是火柴神吗？是，我是火柴神。哦不，其实我是汤姆王子。嗯，汤姆王子？对，这都是因为我以前太自私自利，从来不会帮助我的人民，因此才受到上天的惩罚，变成火柴神，只能帮助别人实现愿望，却不能帮助自己实现愿望。谢谢你，救义公主，都是你才让我变回王子的。嗯，我做了什么吗？因为你许愿呢。如果有人真心为我许愿，而不是为了他自己，那么上天给我的惩罚就会结束，我就可以变回人了。我再也不会自私自利，因为你心地善良，所以才帮助了自己，也帮助了我。救义公主，你愿意跟我回到我的王国吗？可是你愿意跟丑小鸭公主在一起吗？当然，对于我来说，真实的美丽就是善良的心啊。真的吗？我好开心啊。可是我还是要等到国王爸爸的同意，也就是我的父王。父王，对不起啦，爸爸错了，爸爸不应该哦，一直只希望你变得漂亮，爸爸都忘记你那个单纯、温柔、善良，还有那么爱爸爸的心。乔伊公主，你原谅爸爸好不好？父王，没有关系的，我一直都是爱您的。王子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就要把乔伊公主交给你喽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个真是我今天最开心的一天了，也是我们王国最值得庆祝的一天。我要请我们所有王国人都出来加